这样有点冲他小，小雨，小雨在后面，加油！啊，我要习惯。繁星有盾牌吗？没有，习惯。哎，给你这个，捡到的。OK OK， 我刚盾牌是消失了，没注意到。火焰保护有什么用啊？动身。我不太习惯，，不能摔倒，不能摔倒。我想要用那个啦，雷电剑，但是从外面好像雷不到苦力怕，要稍微到进去一点。嗯，对啊，我们一台一个人哦。他要过来了是不是？看起来像过来。啊，怎么会一直是火焰宝？哎呦，隐约隐约隐约又想要隐形来我们家哦。超痛，他到。他是小三剑。小三剑哦。对啊。哎，对，他小三剑。我加速，他已经稀有了。嗯，小三，我专门打小三。对，专门打小三，换小三。嗯，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中间现在，哎，小雨在。嗯，现在剩一个人哦。好，等一下来的人可以帮我带一下盾牌吗？盾牌是哪个？盾牌是哪个？小雨挂了。繁星这个你带去给他。所有人的力量爆发，大家现在都有力量，杀人了。好，经验品刻一刻。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守在他们家一塔，这样他们有传送，我也可以先打。好，好。所以中间的钱或者是你们要隐形冲都可以配合。可。我要动吗？我在顾家，我要动吗？还是就顾着就好了？你可以先顾在那边一下下。好好好。哎，我带盾牌来了。好，我在他们家一塔。现在就是我在他们一塔啊，酱油跟繁星一直冲嘛，对不对？我会加油的。哼，对啊，那你到底做了什么？酱油？不是，我在习惯啊，我不想一直。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到他们二塔的时候，你可以到再喝水好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懂我懂。来给你。地震来了，小心。觉得还好啦，这地震没有，蹲，这地震没有那个可怕、啊。蹲，对啊。这个二级地震，反正你有隐形是不是？有。好，等一下我把这些都打掉，让他们来的时候会很困扰。嗯。等地震结束啊！哎、欸，结束了，走。那、啊、加油，你有隐形是不是？有。好。撒娇，撒娇，好可爱哦！天哪，你要走上总统路，你要照着撒娇啊！你撒娇一次，快点！他不想理你。哎、欸，可以上，可以上哦！撒娇啊！对啊，你要撒娇啊！是团团要撒娇。团团撒娇啊！你们下面如何？下面如何？我被阳阳看到了。奸商出现，他发光了。我落雷他们，哇，神化了，他们已经是神化剑了，哇，哇，这个吃素吃多久啦？对，吃好久、哦。我用闪电剑打苦力怕，哎，好、啊，我打了好几下，我退，我死了，你也死了，哎，使用了恶魔觉醒，这里怎么有一只啊？他想打架了，哇！那我这个要 C 卡开了，想办法回来。我尽量闪电他们，苦力怕。喂、欸，哇！你死了，他的哦，哎、欸，我喷超多哎、欸，我脚，哦，脚胶什么都没了。你只有脚胶没了吗？我只剩衣服了，但是弓还在，弓还在。我那个装备都是烂装啊，都是烂装。等一下你重生之后过来，我给你一个东西。好，你们在前线的就给你们重生了。红绿灯、哦，给你，你剩脚是不是？对，呵，好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衣服给你，欸、不是我剩衣服啊，有脚吗？哎、欸，红灯、哦，有脚吗？脚在这里，下这边，红灯，绿灯，死一个绿宝石，好多、哦，可是家里 是没有办法换啊，要出家里没办法换，要走出去，对啊，我身上巧克力。是，哎、欸，对，这边有一些绿宝石跟钻石给你换。哎、欸，那
那你也顺便拿去换啦，这边十一个拿去换。家里门口送了那个小小的缝送过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啊，全身在燃烧。破窗？谁破窗？我没有哦，没人。他们用的。家里有人过来哦。我听到破窗声哦。看一下他们在哪里。好，我买一个发光的，等一下来用。先拥抱就可以增加亲密度。我们有点远，抱不到。God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里是死路的了。等一下哦，我觉得我要来发光，我没得叠，没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家里刚怎么破窗声？让我出去一下。但我有用发光，没事。目前团团叠叠我这边，拜托，我要回家。来来来，我帮你叠。好好我要各种放发光圣物在旁边。好啦好啦，有我是有一点想说，要不要集中一波冲啊？可走起啊！那我要回，那我回去。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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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快快！三二一，快跳！可以啊，因为其实我们的装还行啦，应该啦。哎呦，那我要去换。那冲看看啊！我们一个人手，然后就一直买那个发光。嗯、好，那个繁星跟酱油，你们有要隐形吗？没有。不是要一起冲、啊？如果要一起冲的话，不用隐形了啊。好，那这边装备拿着，装备拿着。哇，吃住的装备。我中间有赌神，赌神，幸运蛋的赌神。剑在这边，你们拿。我在开赌，还打人没水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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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，下去。哎，好，换他。想干扰我赌博，谁都不准。啊、你们要攻吗？你们两个等一下要攻吗？我这里有。我应该直接冲，直接冲进去。不错哎，好，冲起来。我看一下哦，神秘药水随机状态，这个赌也太可怕了，好可怕哦。确实很恐怖。我不敢喝。我喝一罐看看。哦，身上怎么？哦，有人买那个。获得哦，加速吸收，而且我现在速度超快，快快到我无法控制，快到你掉下去了吗？快到差一点掉下去。好好，我想说，我刚是认真系列折返跑，咻咻咻咻咻。叫。等下次有敌人来，我就。喝一罐看看会如何。啊，我被放到坦克猪了。坦克猪，这样有人吃。哎、欸，我们有没有要冲啊？好了好了，我弄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对哦，传送啊。哎呀，我把我身上的火药放回去。好，那我继续赌。来了，我来了。继续赌。所以他们现在都在家，是不是？对，他们来中间都被我打死了。好的，那我也要过去玩了。哎呀，你在杀蝙蝠吧？你这个赌博这很可怕，都是给随机药水。我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们等，麻烦等后面的人。哎、欸，陨月破窗哦，还破他们家吧？这样我给你两罐。好。有可能从中，因为我中间都没看到。家里有人吗？家里还记在吧？我在，我在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冲。那个药水会有什么效果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敢喝啊，好可怕哦。我刚刚是超级加速。他们有人传到中间，有人传到中间。小雨，小雨 ，OK。哎，有人在打我们家那个吗？哎、欸，有，受伤，还没进去，进去。我来。那我们走吧。阿七，哇，我们的苦大。阿七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阿七，你说好的防守，他怎么过来的？他没有任何的路啊！欸、有珍珠啊，有中介珍珠啊，或是中介珍之类的吧。哦，阿基，阿基，我进去来不及了。所以下次还是不要堵路口啦，堵路口会把自己堵起来。我以为你是直接待着，没有没有，他刚刚在外面守，他在外面守，他堵起来。啊，可惜，可惜 ，QQ 放弃吗？点 bug 吗之类的？不知道 bug 结束了。我说是出不去来的。我用珍珠飞进去的。他记得标记卡了是假。我还做了一个脸呢、欸。
防守失误，我们正想要全员进攻。有，我刚刚看到超多人。超可怕！我是想说，目前防御都还好，就一个人守，我们全部进攻。结果没想到，一个偷摸，是用那个 Enderpearl 对不对 ？Enderpearl 飞进去，然后马上有堵到，有堵到。对，然后马上再喝一瓶隐形，再隐形一次。哇，很猛！他进守外面没注意到，然后把自己的那个进去的路堵死了。哇，守不进，完全把自己的唯一可以救的路堵起来。真的，对。噔噔噔。这个赌博好棒，太会了呀！赌博很棒啊！欸、我刚刚那赌都不知道在想干嘛哎、欸，都是药水。我们赌到那个山顶那个绿帽，绿帽哎、欸，绿帽很强哎、欸，看你戴绿帽，他还脱不下来、欸，还脱不下来，超好笑。就有人隐形出去，发现头上的绿帽脱不下来，很尴尬，默默的再走回来。我是一堆一堆神秘的药水，然后小雨你刚刚来，我不是跑很快吗？对啊对啊，你那个超快的，那个药水。超傻眼！我想说，你不是你有跑？我想说我是地加速也没那么快吗？到底在战争模式折返跑？对，超傻眼，完全不敢过去追你，我怕掉下去，就只好在那跑。我还有抽到那个三叉戟，哦，那也是抽的哦。对啊，抽的、啊，所以有很多好的，哦、还蛮多的。是开了吗？进来啦，进来了，有了，进了。哦，我又受伤了。跳跳，我想到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冲进去了，结果来不及，来不及啊！因为我有锋利舞的怨恨之剑，他有那个剑很强，怨恨之剑，太痛了。我拿到剑以后就疯狂换对象，点位换哦。那我们再来挑战那个、啊、星辰模式。好，星辰，嗯，好像有印象。对，战场上会随机掉下特殊物品，然后钓鱼石那个，钓鱼石吧。所以那现在说特殊的哦，对，所以会有陨石哦。嗯，哦，那就速度来一场。好，他的金钱制造机还是很强哎、欸。随机分的、欸、是一样是不是？对，还是很强。金钱制造机很强是不是？还是很强。嗯我看到大家都这样子选了，我懂。啊、大家都变那个了，大家都一样，还是很多钱。我出去回来也差不多是一组多一些。嗯嗯，真的还是很多，多嗯，多多多。嗯，有人想坐车哦。坐下喽，坐下坐下，坐下坐下，是黄色。下楼，这次坏坏坏的音乐跟我们一组了。我偷摸了两只苦力怕而已哦。坏蛋，坏人，不是哦，我们要摸进去，你们全部人都在家里哦。不过还好，因为那就是想说可以直接把他们杀了，因为重生时间还有，对吧、啊？嗯，只是可惜，没关系。可惜。快来，洋洋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我在坐车。走了。我的车车没了。啊我羊坏了。好好好，去买。好，不能偷跑。欸，我可以跑了，欸，太好了。可以，一直按空格。没有，我以前不行。什么？所以我可能以后就可以了。羊毛，嘿。Go. 中文输入法。我可以传送，我又忘记了。我先赌个火力炮。好的。中间要到了。好了，来再来，中间已经在战斗了。有没有伙伴？有没有伙伴？来了，伙伴来了，伙伴来了。恶魔觉醒，哇、啊，攻速超快，哇、啊！他丢那个，他到，小雨死了，又来一个杰克，杰克死 ，OK， 好，去抢东西啊。抢东西，先抢两颗绿宝。我抢我们家的，好，抢他们家的。快下去，小团下去。那个是不是星辰的陨石啊？哎，下去吧。OK， 好。哎，巧克力来，换。怎么？哇，你怎么这么多？啊，就一开始那个哈。哦。死鬼呢？钻石。OK，
他们钻石我拿了一个。好。即刻下去。到了，拿了八颗了。我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我把鸡。好，那我暂时也回家、哦。好。换钱，换钱。哎。哦。你买了什么保险吗？我不知道，捡到一个新城。要凶哦，狼来啊喽！快跑啊！新城什么东西？那是他那个吧？就是。哎，蛋蛋蛋蛋蛋蛋，泱泱，泱也来喂。泱泱 F 喂，泱泱。维护，我维护，维护。我下去。哎，我说谁在？泱泱泱，去死去死！加油加油！你打泱你打泱泱。好，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。哎呦，我出不去，出去了。哎，钻石是不是要换钱啊？换钱换钱换钱，对，要在前面换钱才可以。要出去一趟了。它是幻境道具，哦，幻境道具，对，它是幻境道具，从天空坠落的，哦，有四颗，就是那个，对，那个，就是那个，那个就是那个，好，哪一个？这里，幻境道具在前面哈，幻境道具，哦，有人吗？没有哈，有人来喽，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，先回去装备啊，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又有钻石啊？为什么？地板上捡到的吧？怎样？你源源不绝的钱是不是？哦、我换错，我换错边了，换错边了，抱歉。